我哋種鮮花嘅作用唔單止俾人欣賞，而且係一個可以食嘅，可以一個保健作用嘅啊，作為一個宴嚟講推出嚟。咁我哋呢就係用咗幾個花嚟做一個一季嘅菜嚟。當時過去考察過啊，去學過啊，咁翻嚟之後自己就有啲領悟啦，咁啊不斷咁樣去再嘗試咯。